天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把这个这么一个都是疙瘩的眼睛睁不开的，从一个人啊化妆成女神。哎，对，啊，首先我们要准备一只不知道从哪里抓来的这么一个直男啊，也可能是小 gay。然后只要能让他双眼皮在你化妆的时候不眨，就已经是进步的第一步了啊，对吧？啊，首先我们先那个喷雾给我拿一下。哎，对，来，先随便来个，这个天气比较干，随便滋他一点，就像这样。好，自己涂，都值。没有纸，自己抹开，要什么纸呀？哎，对，让他自己抹开。我建议是能让他自己动手的，千万不要自己动手，不然的话，哎，这些东西呢，都得，不然的话肯定得咋。然后呢，鉴于这人呢疙瘩比较多吧，就随便给他来个什么猪油膏啊、妆前猪油膏啊什么的。啊？什么啊？果然，哎，他自己摸果然不靠谱。哎，我们这时候再补个刀，随便补个刀。好嘞，把那疙瘩哎抹平。虽然我步骤是乱来的。那来一次化妆。哎，我就乱来，怎么的了？哎，对吧？给小给给，夹个夹子。好，感觉已经有女生的气息了，虽然有点乡土。话说你这根毛是怎么回事？夹不上去吗？不啊，知算了，道，不管它了。你夹。啊，不管它了，放着吧，挺可爱的。哎。然后啊，这个常年熬夜，这个乳多了，这脸色有点蜡黄呀。给他那是晒的好吗？强行晒一波哟！你出过门吗？你就晒。那是小时候晒的好是哦，你怎么不说祖上遗传就遗留下来的呢？吗？啊？这是祖上遗传下来的是吧？嗯。哎，然后这个不知道干嘛用，但是我看他这个长得挺好看的，我就买了的这么一个。修正液，哎对，所以说你到底会化妆吗？你信我，肯定比你强，对吧？大不了就是化成人妖，反正肯定不会把你脸毁了，放心吧。啊，妆全了，帮我往眼睛里抹，和嘴里抹，谢谢。我谢谢你哦。哎。然后每次你眼睛内就两圈，就跟熊猫似的，对吧？黑不隆咚的，不要往你不要往眼睛那边抹。那往我嘴里抹干嘛？我没有往你嘴里抹呀，你自己抿进去的，你自己非要抿着，你不抿着的话，我就在这里承重了，怪我了。怪你啊，你力气太大。啊，轻轻的比，你要这么使劲比，我就正往你眼睛抹，你信不信？你轻轻比的话，我就只能在外围抹。啊！没抹进去好吗？胶屁啊！痒，啊，我跟你们讲啊，痒。给直男啊，不对，给小 gay 化妆呢，啊，第一步就是，首先让他的眼睛不要瞎眨，不要瞎眨，不然的话，对于之后这个是没什么帮助的。好。妆前乳上好了，我就直接开始上 BB 了。一，步骤，你步骤弄好了好吗？我弄很好啊，好，这是一个随便瞎上，哎，对，随便瞎打，这是一个粉底液，看它长得好看就买了。来，并没有什么软硬的粉底液，哎，对，像这样，随便在脸上拍打，主要是因为这人脸黑，你们知道吗？这脸太黑了，哎，迫不得已使我使出了这么多的粉底液，对，尤其是这个粉底，我自己用了还更显黑，他用了专显白，可见这人究竟有多黑啊，难怪你抽卡抽不出来，我这是不是打多了？我这是不是有点打多了啊？不管了，总之一通瞎胡，哎，一通瞎胡。妈的，智障！你再骂我，再给你脸上糊点，你信不信？
他敢顶嘴，好像是有点多的，好像是有点多的。总之，我这是能用手的，绝不用刷子。主要是用刷子，我觉得好烦呀。等等，我是不是应该？你是不是应该洗个手啊？你再说，我就抹你嘴里去，不去？随便那么瞎抹，抹开了就好。哎，抹开了就好，我感觉是抹开了。虽然按道理来说是要用拍打的，反正这人皮肤都已经糙成这样了，还拍什么拍呀？随便救救就行了。上完厕所记得擦嘴。认真点。哇，好白呀！哇，别抹了，我谢谢您了。我这是正好把你这唇肌先抹掉点，哇！你们看，立马白了一个肤色，是不是真的颇厚了？我感觉我不的管脸了，上好重啊！因为我给你打的太厚了呀！啊，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啊，反正，就什么，反正这个也是不知道哪来的粉底，主要只是看着人家长得好看就买了。有本吗，大哥？你就磕。为什么感觉我这上的跟面粉似的？你再磕，我再滋你一点，行不行？好，这人脸上有点干，我再滋他一点。行嘞。好，干皮小王子啊，这。妈呀！你这干的都皲裂了。行了，好，不错，有前途啊。然后呢，这个看他长得好色儿，你就稍微稍微往前靠点好吗？对，看他长得好用，我就买了的这么一个。眉笔呀，总之我画眉非常随性，都是看着长得差不多我就随便画画的那种，反正画平就行了，对，要求不是很高，对吧？小弟弟嘛，画那么好干嘛？你说什么？没事，智障。你才智障呢！我没说智障，我说是。头抬起来啊！主要画的眉毛太长，很假我画的很短啊，的。你确定你用的是眉笔吗？不是眉笔，难道是粉底液吗？我怎么感觉像铅笔呢？就是铅笔啊。铅笔，你要是画得上脸，我管你叫师傅，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边？哎，不管，总之随便这么画一画呀。你这眉毛是不是又该修了？修你妹啊！好，哎，给你修个眉，虽然这个不怎么管。修你妹啊！拒绝，不要修，这次我保证不疼，不修，保证不疼，下次再说，就没有一点点下次再说，听话听拒绝，话，拒绝，好好化妆去，不爸留爸错相了，信你是个好宝宝，不留错了，不留错了。爸爸相信你是个好宝宝。你不是我，你不是我爸爸，我是的。拒绝，你冷静一点啊！对，顺便介绍一下，这是小淫贼，拒绝，我儿子，妈，叫爸，叫什么娃？哎，本打开。乖，保证不疼，啊叫屁叫，我都没碰到你屁股。啊疼吗？疼！疼你大爷！我皮都没碰到，你就来疼。
行啊，给你修个小平民啊，最近特别流行的。他们修没修没我干嘛？我不知道干嘛，反正我就随便修修。好嘞，给你先化眼妆。哎。画淡点，不要往里面画的太。这个怎么用来着？这是啥？新买的这是抛啥？光笔。哎，不知道怎么用。啊？我随便瞎用用吧。嗯。其实你买这不是口红？你口红长这样啊？你口红这色，对，你口红这个色，给黑人用的。妈呀！要不要我下完你嘴上抹？不要。你能把脸靠过来一点吗？好嘞，我谢谢您了啊，谢谢您的配合。哎呦，还有几个毛，早知道不给你剃了。跟你说了，不要提了。哎，这剃都剃了，剃都剃了。好啊，长得不错。嗯。然后干嘛来着？给你上个眼影粉啊，哎，眼影，对，上个眼影。一个成熟的小弟弟必须要上眼影，坐吧。这个是我特别常用的一个。马桶刷吗？对。然后今天拿来给你画眼影，平常我都是拿来刷马桶的，开心了吧？原来你的脸上长了俩马桶。我从来不拿这个刷脸。不，原来你的头上长了俩马桶。哎，行了，你坐过来点，靠过来点。好嘞，好嘞。首先呢，对吧？随便给他打个眼影粉。这个呢，由于这个直男经常容易眨眼睛啊，所以在他紧闭着的时候，把他的眼皮往上提，往上提，让他闭都闭不紧。等他闭不紧了呢，然后趁机下手，赶紧画一波，画的跟没画似的。你这脸没救了呀！对，由于这个能顺带当阴影粉用，所以我特别喜欢用这个。虽然我平时基本不化妆，提亮一下，就是顺便提亮一下妹妹。往上看，翻白眼，行的，往上看。哎，对，翻个白眼，又是你展示眼艺的时候了。严肃点好吗？你翻的严肃点好吗？行嘞，行嘞，好，给他画这个，好嘞，由于尽量给他画长一点，由于这个是一个妖艳型的啊，不对。基佬这种一看就知道是妩媚高人型的，哎，对，就不说妖艳型，能睁开眼睛吗？往上看啊！我求你了，你配合点，那这个，挺妹子的。好吧，行吧。我跟大家说，逮住直男给他化妆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不配合。我求你了，睁开了，大爷、大哥、爸爸，好，我睁开了，睁开了，睁开了，赶紧，趁机画一波。这就是给 gay 化妆最大的难点，他不配合。总之下少一点，无论如何想办法让他眼睛显得大一点，这样子。就算画成黄子韬也无所谓的心态，啊！那不是你偶像吗？挺好我偶像程马如啊。的。嗯，没什么。主要是这个小 gay 啊，这个鼻子特别挺，嗯，特别的挺，
所以基本上不用修饰。等等，我先把你那痘给遮了。所以说你又画错步骤了吗？没画错啊。这个对于你来说，粉底色这个时候太白了。对吧？眉毛这种东西吧，我觉得吧，女孩子都要好好好，男孩子随便搞搞就行。妈的，智障。没事。正拍。让大家感受一下什么叫。画了跟没画根本没什么区别的眼线，你再闭上，只有闭上的时候才能看见的眼线呀！啊！啊我求你了，别叫好吗？不好。啊，好凉。进去了。好了，这个眼线已经没救了，彻底没救了，大家放弃吧。啊，这个小单眼，非但不是单眼皮，还有点内双的这个，吃眼线选手啊，这个，你看。啊，不要往里滑啊，疼。你这边。不用要往我要往里面滑。都是你不要砸了，这边往上看，翻白，翻白眼会吧？只叫你翻白眼，没叫你连舌头一起吐出来，你正常点好吗？我跟大家说，今天化妆的聘请的这位选手啊，是一个已经没有救了的人。这种就往我眼睛里面画吗？这边，你们看着眼线抖的，就说。这是我画了20年的妆，第一次画这么丑的眼线。这是第三次了吧？好吧，第三次画这么丑的眼线。行了，我的鼻毛都出来了。帮你忙，哎，给，哎，这个。然后剪掉就好了，鼻毛。没救。好，给小 给打腮红了。这个腮红啊，纯粹是因为看它长得好看买的。打的沿着眼睛打，比较可爱，对。嗨，够了。腮红这种东西打上去很薄的。好，非常的可爱 ，so cute， 有点像香菜呢。吃的那个香菜吗？你脸是绿的。嗯。鼻子上打一点会显得。有一点点小可爱，主要是这人鼻子比较高，不介意这么来。好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正脸，这稍微低点头啊，好行，吓死人了，我操！讲道理吧，我觉得吧，这人吧，他现在只能靠双眼皮那个什么，靠那个什么假睫毛救。假睫毛怎么剪掉那么多？你眼睛太小了。我眼睛很大的好吗？闭嘴，别逼逼，你的眼睛还没我眼睛一半大呢。你一千天，我觉得我眼睛已经够小了。你是我见过眼睛最小的人好吗？救都没办法救，双眼皮都没办法听。你看什么人，那么让人化妆啊？一千天怪我喽。
我不知道你怪我了。一线天可以让人知那个让人分辨不出来我到底是睁着眼的还是闭着眼。还得无心中翻白眼是吧？嗯。好嘞，闭眼，闭好啊。好凉啊，好凉。好，双眼皮贴好了，对，这个睫毛贴好了。主要吧，这人吧，他还没什么睫毛，没几根睫毛，所以呢，双眼皮呢，这个贴好了之后就不用夹他了，不用管他了。主要是我也没有双眼皮夹，不是，对，假睫毛夹。好嘞，妈的！闭眼啊，爸爸给你戴睫毛。你是我妈。闭嘴！感觉没贴好的样子。你闭，麻烦你闭好眼睛好吗？都没贴稳，这急着睁什么？现在这小 gay 啊，他的那个眼睛啊，不，感觉今天这个格外的长，这个展现吗？对啊，就是格外的长。平常的比较短。好，行嘞，大家看，哎，这边确实没调好，哦，你瞎转，行嘞，这样调，看这眼线画的，哎呦，哎呦，给你画一个可爱点的口红，哎，你右边也右边也没贴好。右边贴好了好吗？别动，你鼻毛露出来了。那就剪掉。我没有鼻毛剪，可以借给你。好，给这个人画一个正常点的口红，抹开。我一般都是直接用手抹，因为我这刷子不舍得给人用。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合适，非常的 so cute。别动！这什么鬼？不应该是往嘴上画的吗？这种东西一般都是多用的，好吗？对。你正常点好吗？我觉得吧，我跟你们讲，这个人啊，由于我常年的这个给他化女装啊，这人已经疯了！随随便便的化了个女装，哎，你不要把头抬起来，然后正常的把眼睛睁开就可以了，我求你了，给他随便的戴一下眼镜。假毛呢？好，暂停。哎，对，行，随便戴个眼镜，现在就很有女孩子的气息了。对，非常的像女孩子，虽然头发这么短，还有点地中海。啊，你，啊？哦，这还有点秃，哎，这发际线有点高，可什么以。神他妈地中海啊？行了，好，在这神经小 gay 啊，去换完衣服之后，这怎么摄像头有点歪呢？行了，来，重新来。哎，在这神经小 gay 换完衣服。戴上假发之后，就是这样啦，是不是很可爱？是不是像毛片？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妈的，智障！好，这期就到这里了，大家拜拜。